港星袁咏仪是香港小姐冠军出道，纯天然美颜有袁亮亮之称。现年52岁的她，仍保有冻龄美貌，状态依旧抗打。近日，她出席保养品牌活动，与一群年轻网红同框，气质、仪态、美貌根本艳压群芳。网友直呼，这就是明星和网美的区别。而旁边的女网红更因惨白妆容，让袁咏仪露出尴尬笑容，也让网友惊吓不已，直呼她是真人吗？喜劲呢，她正是有中国第一芭比之称的网红迪丽拉。由于五官过于精致，常常被质疑有整形，但她曾宣称自己是天生丽质，只能说跟袁咏仪站一起，哎，真是明显对比。